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嘅疗剂系砷吓 ，zincum zincum metallicum 砷吓，一个金属嘅砷。啊，砷咧，其中嘅主要嘅应用嘅地方咧，系用嚟治疗一种症状，系嗰种不安嘅腿啊，叫 restless legs， 即系只脚咧系成日咧系要多动作，系定唔落嚟嘅。咁仲有呢个疗剂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嗰、那个病者咧系对啲酒系好敏感嘅。啊，如果佢饮少少酒咧，就即刻咧就好出现嘅嗰个扁头痛啊咁样。咁同埋咧，新嘅症型嘅人咧系好容易醉嘅。啊，记住啊。好啦，咁新咧系我嚟处理不同嘅神经系统嘅毛病。加埋嗰、那个瘫痪嘅 ，OK， 咁、那个病人咧只脚咧可能系瘫咗，但系咧会不断咁震荡啊，不断咁喐动嚟到啊，即系我叫做 restless leg 吓、啊，系多动嘅腿。咁亦都可能用喺一啲过度活跃嘅细蚊仔啦。咁嗰啲细蚊仔亦都系咧只脚咧系唔定得嘅。咁呢个一个关键嘅症状嚟嘅。咁所以呢个疗剂咧可以话咧系专门咧系对付嗰啲脑袋同埋神经系统嘅。咁佢就那个四肢咧就会抽搐啦，那个抽动啦，系震动啦，痉挛啦，发羊跳啦，咁个神经系统咧可以咁讲咧系非常之兴奋嘅。咁你会睇到佢嗰个反射咧系好强，或者咧系好低吓，呢两样都有嘅。咁新嘅病人咧就好成日咧好鍾意去伸展佢只脚，咁但伸展嘅嗰时候咧就好容易攞到抽筋嘅。咁你睇到呢，如果佢那个病人係有个失眠加上隻嘅多动嘅腿因为抽动呢係令到佢瞓唔到嘅。咁亦都喺有啲痉挛嘅小嘅儿童啦，咁佢哋过去呢曾经呢都有嗰个头皮嘅有闪戒，咁好可能呢查到啲油呢係
按了它、啊、跟着呢就入了那个脑呢就出现这个的痉挛这个这样的问题的。咁好多时候呢你会睇到嗰个病人呢係曾经呢係有好多脚汗，咁就可能用一啲药膏呢係撳咗佢，整到脚汗消失咗，跟住呢就变废为一个神经系统嘅问题嘅。咁所以星呢係曾经我哋呢个、multiple sclerosis 啦，即係、多发性硬化症啦，白喉之后嘅瘫痪啦，咁佢嘅有一种爬痕啊、麻木啊，或者係嗰种、针刺感嘅感觉嘅，咁只脚咧好容易咧就系瞓低咗，即系麻木咗吓、啊，但系咧亦都会好痛嘅，啊，佢嗰种爬行感咧系好痛嘅，啊，亦都可能会出现一啲神经性嘅疱疹，啊，所以个痛系其中一样嘢嚟嘅，咁好多时候咧就系、是。出现嗰啲血管性嘅头痛啦，尤其是饮少少酒吓、啊，就即刻出现啦，个头又晕得好犀利咁样。咁我亦都曾经用喺一啲治疗嗰、那个meningitis 啊，个脑炎咧，同埋个脑膜炎吓。咁、啊、脑膜炎通常咧就有一个症状咧，我哋叫做脑叫脑喊嘅 brain cry 吓、啊。咁、那、嗰个患者咧。个头可能咧系抽埋一边啦，啊只眼咧好光灵灵，又非常之高烧，啊咁亦都发出一种尖叫嘅吓、啊，一个好刺嘅尖叫嘅声音，呢、这个叫做 brain cry 吓、啊。好啦，声咧亦都好多神经痛啦，包括面部神经痛啊、三叉神经痛啊，咁面部好多抽搐啦，啊有好多跳啦，好似 agaricus 呢個療劑嚇，有一種咁樣嘅眼微調啊，呢啲咁樣嘅，咁亦都係專門醫嗰、那個卵巢嘅左邊嘅卵巢嘅痛，亦都係用喺一啲帕金遜嘅病，咁佢主要嘅關鍵嘅咧就係嗰只腳咧係不斷咁震，只腳啊同埋嘅腿咧係不斷咁震，而唔係嗰個上肢係下肢。OK， 咁即系如果你发现咧一个帕金逊嘅症状，而个下肢嚟到震动系多过上手咧，咁呢个咧就系嗰个星嗰个症状嚟嘅。咁星咧都亦都我哋治疗嗰个脊椎嘅退化啦，啊同个即系个脊椎神经嘅退化。咁曾经咧系用嚟依一啲，因为白喉之后嘅细蚊仔咧系出现瘫痪嘅。咁喺Ken 咧 ，Dr. Ken 咧係一個好出名嘅同我療法醫生咧，係過去咧有好多啲病案例咧，係用呢個療劑咧係處理因為個白喉導致個細蚊仔癱瘓咗。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那個細蚊仔咧嗰個即係神經系統被喚醒咧，係經歷過一段時間咧係神經好痛啊、抽搐啊、跳啊。咁呢、這個經過呢個咁嘅經歷咧，咁佢嗰個癱瘓嘅問題就改善咗啦。啊，嗰個星咧係一個好得意嘅療劑啦。咁其實最記得咧，係只腳咧係不斷咁喐動嘅，嚇、啊，即係嗰只下腿叫 restless leg syndrome， 星係第一個要考慮嘅療劑。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